哎，安我痛苦哦。去知道人家的隐私是一种痛苦，不是一种祝福。那么，我想跟各位说啊、其实灵界灵是存在的。那么灵这个字呢，我希望你认识一下灵这个字。灵这个字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如果把它写的时候，写下来的时候，灵这个字上面是什么？中间呢？三个口，下面呢？哦，那你们只会这样讲嘛？那三个口不是口了。那不是嘴，那是牙，三块牙啊，玉牙啊，哎，你要把它观念改一下，那三块玉。那么也就是一个巫师，借着三块玉，玉是古代的人最贵气的东西，最啊圣洁的东西，他们借着三块玉来瓦杯来求神问卜求雨，这个叫做什么灵？所以一个巫师。在做敬拜的时候求雨叫做灵。那么这个灵呢、这个灵本身因为敬拜跟天上的灵是怎样能够相合的，你知道吗？在圣经里面说到灵的时候，他讲到它是风，是一种气，是一种力量，但是也是一种生命，一种生命。那么中国人好像对灵这个字只限制在敬拜的上面、他们比较、用三魂七魄，你敢知影？你捌听过无？有吼，来，这真趣味啦吼，来，有足侪人咧摸布袋，你拢捌看嘛吼，对吧吼？哇，大家摸布袋也是啊，但是拍讲拍着吼，讲三魂七魄拢散了了，有无？敢是？啊，这才是哎呦！有时候我们在听这字的时候，到底它是怎么使用的？我们的确是不太知道。不过呢，它其实是中国人讲到啊三魂的时候，讲到天魂、地魂、人魂，天地人啊那哈啊天地人啊有三个魂这样啊。这个人的啊这三个人的魂呢、啊，其实天魂可以讲到灵魂的主体。那地魂呢是属地的，这地魂是属地的，所以当一个人死的时候，你听好哦，天魂是归天的，地魂是啊进到阴府里面的，那么这个人魂呢是跟土木同在的，你看看就有注意不？好来，天魂、地魂、人魂嘛哈，啊起码哦，你讲这个魂哈，你讲这个魂就是人魂，灵魂出窍就是人魂出窍，天地人的灵还得魂哈出窍，就是那个人魂出窍了，你知哈？那么还有那个欺骗哦，其实它有很多的说法。咱有来你对我比吼，咱有什么？咱的五官是什么？有鼻啊，啊过来，有目睭，啊过来，有嘴齿，啊过来，耳朵，啊过来，一、两、三、四，啊个有什么？身躯有无哈？五啊，对无？过来，咱有心脏，叫做红内脏。啊，哥，有一个什么？咱的胃肠叫做白内障，你知道哈？啊，白色的白内，然后啊，枕头夹的内脏，好不好？大肠、小肠的内脏啊，啊，那好，那个哈，嗯。那么呢，你知道每个地方的血液的那个啊、那个颜色、甜度都不一样，你们知道吗？恁可能无啥去了解，即个血是冷诶，你望看卖，即较冷，好无吼？对无吼？来，啊，咱诶，血是诶血是甘诶，你知影吼？真趣味，咱身躯诶血是啥物？是烧诶，有无吼？真趣味啦吼！啊，伊伫讲三魂七魄吼，这是属乎人的肉体的，属乎人的肉体，它也是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人的啊。感情的世界，感情的世界，感情的世界，所有的、喜怒哀乐惧怕这些东西，有七行感觉叫做、七魄。那么人死后呢，因为这是属乎人肉体的，死后呢他就不见了，七魄就没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七魄就不见了。那魂呢，天魂归天，地魂归地、人魂归在坟墓，所以你如果整个坟墓也都得跪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好来，那么一个问题，一个出现了。在整个中国的鬼神论里面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人做了善事，这
这个人的天魂，天魂归天，但是他会成为一个神。所以你听，你听好啊哈，聚魄三魂，那个三魂七魄，那个魄哈，聚魄为魂，聚魂为神。来来，你听好哈，哈啊，来来来，精哈聚变为魄，魄聚变为魂，魂聚变为什么？神啊，你好，就是精神啊，你好啊，各位吼，这个人啦做好事了后，这个人会变作神啊，那做坏事不是变得鬼啊，你清楚哦，做坏事不是变得鬼哦，做坏事是落地狱阴府啊。你另外一个空间带的人，遐人到底是伫遐灵魂是啥物？拢是枉死的，拢是被迫而死的。然后这些人呢，在地上活着，他是要来报仇的，哇！你知影？哎，有注意无吼？那你看到的鬼拢是啥物？来，捌看到鬼的人先举手嘛。哦，好，就一个尔。你看到啥物鬼？啊？黑啊，那是黑鬼咯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先把个公仔笑我你听。我这朋友伫美国吼，进口了一个喇叭啦吼，喇叭吼，看啊，他倒都无声，啊，都牛都拢好好，啊，看他倒都无声，你知吼？来哦，啊，听后呢，伊吼开始有感觉讲不对啦，啊，伊毋是基督徒，伊是一个安尼啊，会起动的人，伊总是起动，啊，去问神啦，神甲讲去内面一个恶人，有可怕无？一个恶人伫内底啦，哇，所以伊就开始吼，将那把跟去庙里，你知吼？哦，对哇，哎，赶鬼嘛，对哇，噶，喇叭赶鬼，我第一个听到嘛，吼，啊，你噶赶到尾啊，喇叭跳，喇叭叮当啦，鬼怎走出来啊？啊，喇叭倒来怎啦？怎好去啦？啊，即马你讲就是讲，所有的鬼神的观念，都伫这个所在，中国人鬼神的观念，我等一下我给你资料，很清晰的哈，等一下你会拿到资料，你会发现到。人死了以后变成鬼，可是鬼有善鬼跟恶鬼，善鬼跟恶鬼，这善鬼是因为他在地上做的善事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马祖，哦，有没有孔明，有没有，哦，啊，你可以看到什么关公，有没有，后来你也看到现在的人也有人在拜一个人叫做蒋中正，有没有蒋中正，你们认识他吗？你敢不知道在哪里拜？你不知道啊？你敢知道他的，你不知道嘛，我给你报了，想反对他的所在的旁边，刚好在拜他，那个所在想反对国民党的所在的大本营，就是台南市人医，台南市的旁边，东门路，你如果那个东门路桥站在，对吧，下来那有一间寺院，都是人的旁边，那间在拜什么人，你知道，在中间有一间厝专门在拜蒋中正，嘿，你知道嗎？哦，这很讽刺的啦，对不对？真真好笑吼！啊，基督徒啊，还有人家拜，哇，还有灵性，这有可怕哦！我会解释，以后我会解释这个物件吼。啊，我再讲一件吼，讲一件，人死去了后，人死去了后，中国人，这是中国人的观念，该分这三部分：伊的主，伊的天魂、主魂归天，地魂归地，归地。啊，人魂归什么？你望了遐啦吼，所以一个人跳到三个啦吼，哦，啊，你一个人跳到三个吼，来过来。一个人呐做真济好事啊，所以人在拜也是小则成为一个啊，伫路边伫保护人的人啊，大则做什么？像妈祖啊、关公有无吼？啊，孔明，你知吼？啊，这款的人安尼吼，啊，做歹的人是落阴府，啊，一挂枉死的人吼。那就无卡，所以从真侪人伫迄个诶通灵的人看到这个世界的灵界吼，世界的灵界拢是无头诶，有无？无手诶，有无吼？无卡诶，有无？恁敢捌知影这代志？吼，真罕你看到啊，一个真好的神啊，所以你讲啊，这厉鬼怎伫地上，伊嘛受敬拜啊，总是活的目的有一项，就是可能要报仇，还是要伸冤。这有一个伦理道德的概念，用宗教法来讲，这有一个伦理道德的概念。什么概念？你敢知影？
这个概念就是讲，有伦理道德概念就是讲，好人唔敢去害死人，你若害死人，伊来等来报仇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问题我一直想无，这个人的普通人对吼，啊死啊，啊那忽然间法律无边呐、啊。你敢知啊？啊，这我都唔知啊！这那叫伊来问，讲你是哪抄来的？那忽然间死掉，那法律无边啊！你这我唔知啊！啊，所以我个人这几多道吼，你唔免惊鬼，你知吼？因为你若无，你该无完无休嘛，你惊要创啥？你知吼？啊，无就是你去做歹吼，无应该去的所在，你走入去，你知吼？啊，遐魔鬼都伫遐，啊，都要甲你卡掉，因为你的心属伫遐嘛。吼、哦，啊是讲，伊聚集伫遐，啊你入去，你要甲伊对抗，啊伊会甲你安怎？伊会甲你反抗未？伊甲你反抗，我讲几几个例啦吼。哦，美国当下一个软长老，伊甲我讲，有一天甲我讲，哎、欸，你牧师，啊我当下，啊我要去带队，我去带教会边啊摩天哦啊，对嘛吼？啊就走去看摩天哦嘛。伊去暗入去拢无困啦，你敢知？伊讲倒来时吼，拢一个查某囡仔坐伫边啊。伊做啥唔知道，要哪困啦？我讲你就要换房间啦吼。伊讲啊，哎，就麻烦的啦吼，就卖吵人就好。伊说他也不怕他啊，但是整个晚上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啊，所以晚上他也怎样没有睡觉。隔天见到我的时候啊，精神就颓废的，教会礼拜一起讲讲，我的牧师你讲介绍一间哦，无好呢。我讲我都唔知经文嘿，我来知我咪袂甲你报对无？有咩经验的人，我会甲你讲吼，善辉，你也是袂去介绍做做，我甲你讲单一间咧。来，怎么个来？你好，咱的教会囡仔的青年，有一开今日要拍正果来地去传福音，嘿，你都免入去嘛？你知道？入去拍正果的所在去传福音，出来之后有三个囡仔怎鬼父？怎等下当安怎？对吧？哈，哎，你无束手无策的时，我赶紧到，哎呀，鬼拢赶出去。你看看你拍正果迄个所在，安尼有邪灵无？有邪灵无？有没有？有哈、哦！啊，就是讲在厉鬼呢，他们淹死这些人啊，他们会聚集在一起，一直组织一群啊，所以那个白石一直聚集。按你来讲，我怎么个讲这例子啊？你看，你可以听得懂。八大行业拢拜什么？你要改嘛哈？对吧哈？你知道，所以在祭拜的时候，淫乱的灵，这些淫乱而死的人会不会聚集在一起？就是这样，理论就在这里。所以那个地方你不要去，你一去了以后你就会再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这几天你的干嘛越来越安啊越爱去啊。OK， 那么呢整个在中国的里面有几种敬拜的有几种敬拜的灵，有几种敬拜的灵就是说以分这几类的神职啦神职啦。第一类的叫做自然类我今晚我听我也分给你啦，你没烦恼，自然类自然类。什么叫做自然类呢？就是中国人山阿拜、树阿拜，有无？石头阿拜，有无？哈啊，虎阿拜、狗阿拜，有无？哈，对不对？哈啊，蛇阿拜，有无？哈，拢总啊啦，拢总拜。因对这，因感觉足惊奇，对无？雷公四呐，拢总拜。你感觉有雷神，有无？有雷神嘛？你知道？啊，嘛火神，啊嘛，哈，对无？什么拢总拜对无？哈啊啊，就管火的嘛，哎。对嘛哈啊，灶有灶有啥物？灶神啊，迄、那个啥物？火灯有啥物？我安尼神有济无？我中国人的神吼，都、就是遮济啦吼。你讲他就是这么多，他这是一个自然类，他是个自然类。那么再来呢？他自然类再来是伦理道德类啊。他因为在地上做了很多的好事，他伦理道德高超。像咱都拜空，中国人有拜空主无？有拜空主嘛？对嘛？对不对哈？来。你甲看中国人还佫拜一个啊，真有贴心的妈祖，有无哈？对不对？这个伦理道德类的神，好、哦、过来哈、哦，啊过来哈、哦，你甲看中国人嘛拜，过来佫一类的神哦，啊，这个神这款的神叫做人情类，